到底有没有什么标的可以什么进场投资的办法可以让我就是不要赔钱呢、啊？成本，只要你的成本呢比别人还要低，做股票型基金，也就是俗称的 ETF， 你使用的是72法则来看的话呢，60万的退休金在10年之后呢，会翻一倍成为720万，100块美金，相当于新台币只要3000块，你等于在进场啊，皇家级的服务，但是它只需要卤肉饭的价格，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